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加来道雄的《心灵的未来》。《心灵的未来》这本书回顾了我们对大脑的理解以及正在进行的实验，并且展望了未来的大脑开发是如何使科幻的场景变为现实的。你能从本书中获得什么？心灵感应和念力离我们并不遥远。 生命有许多未解之谜，毫无疑问，最吸引人的就是我们身边广袤无垠的宇宙了。无数的星系、行星和黑洞穿梭在光年之外的宇宙。幸运的是，大约四百年前，望远镜的发明使人类开始绘制和了解无边的宇宙。当探索和宇宙一样迷人复杂的人类大脑时，探测工具出现得更晚。 事实上，第一个大脑成像技术成型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十年，这意味着我们在开发大脑功能方面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即便如此，可以确信的是，神经学研究和新技术的应用在治愈疾病和提高大脑功能方面前景广阔。在这些章节中，你会了解左脑和右脑的联系是什么。 大脑如何上传和分享记忆？基因改造是如何使一些小鼠变成天才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大脑特质一直保留了下来。科学家一直沉迷于研究人类大脑以及大脑每个部分的精确功能。现代科技出现之前，为了了解有关大脑的知识。 科学家使用的方法简单粗暴，例如他们会解剖因脑部受损而去世的人的大脑，根据死者生前的症状，判断受损部分的主要功能。尽管这些方法相当原始，但是科学家还是能够了解大脑是如何进化到目前的这个状态的。地球上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爬行动物。 哺乳动物，最后到人类。科学家发现，新的大脑结构是在旧的结构上形成的。这意味着，人类大脑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明确的进化阶段，这些进化的痕迹至今仍然可见。第一个部分，爬行动物脑位于大脑的中后部。如此命名的原因，就是它的结构几乎与爬行动物一样。 它拥有五亿年历史的古老结构，控制着生存所需的基本功能，比如呼吸和心跳，以及基本行为，比如打斗和求偶。第二部分位于爬行动物脑的上部，叫做哺乳动物脑，它由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构成。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拥有这些系统。 因此，哺乳动物能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和更加复杂的社交互动。第三个部分是新皮层，即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最外层，恰好在前额的后部。正是前额叶皮层，人类大脑可以明显的与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区分开来。人脑容量很大，而且相当复杂。这个部分。 能够进行理性思考，也可以对未来做出宏观的规划，就像是大脑中的 CEO。综上所述，人类大脑是生物进化不同阶段的产物，有点像一个进化博物馆。大脑分左右两个半球，分别有各自的功能特征。众所周知，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 每个半球负责不同的功能，比如左脑控制着身体右侧的肌肉，反之亦然。另一个区别是，左脑包含语言中枢，而右脑的区域负责空间感知。除此之外，左脑更擅长在特定条件下分析具体细节，而右脑善于直观的和想象的处理许多信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左脑行人更理性。 而右脑型人更具艺术气质。这听起来有些过于简单，但是研究表明，两个半球的确可能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对两个脑半球被切断的患者进行实验，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切断半球这种治疗手段常用于治疗癫痫患者，通过颈向患者视野的左侧或者右侧呈现信息。 研究者可以提问的形式和患者沟通，例如，一位神经科学家询问一位脑分裂者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当向左半球提问时，患者的回答是成为一名绘图员；而向右半球提问时，患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成为一名赛车手。还有一项研究，神经学家询问脑分裂者是否有宗教信仰。 左半球的回答，他是无神论者；然而，右半球的回答是，他是一个信徒。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元构成，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功能。在之前的章节，我们了解到，左半球控制身体右侧，反之亦然。这不是一个新发现。早在1864年，一位德国医生就发现了这个事实。 当时，他在给一名脑部受伤的军人治疗，发现只要他触碰一侧的大脑，身体的另一侧就跟着活动。除此之外，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对哪部分大脑皮层控制身体的哪部分有了清晰的了解。事实上，脑部外科医生韦尔德·彭菲尔德博士。 用电极刺激患者的大脑，并观察哪些肌肉有反应，从而绘制出了非常准确的脑对应图。彭菲尔德的图表还显示，相当多的大脑区域分配给了身体更加重要的部分，比如口和手对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大脑皮层的一大部分是用来操控口和手的。左半球的两个语言中枢。 布罗卡区和威尔尼克区的功能也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布罗卡区损伤可能会导致患者丧失语言表达，而威尔尼克区的损伤会导致患者无法理解语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学家开始更加仔细地研究大脑，包括它的基本构建、连接极其复杂的网络神经元。据统计。 平均一个人大脑中拥有神经元和银河系的恒星一样多，大概有一千亿。大脑成像、探测和治疗方面的技术已经大大提高。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家探测和了解大脑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域就是大脑成像。 这使研究者可以真实的观察大脑内部。这些成就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它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流量的改变。因为神经元的活动时需要更多的血液，血液流量增加意味着目前这部分神经元处于活跃状态。 许多其他大脑成像技术也已经被研发出来，并且也在不断更新迭代，而是它们的共性则都是需要平衡空间和时间的精度。但这些技术都是只能测量到哪部分发生了什么，或什么时间点发生了什么，而不能兼顾繁盛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也就没有哪项技术的成就能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媲美了。 除了大脑成像方面的进步，大脑探测技术也有所发展。大脑的某些部分会受到刺激或干扰，进而研究其影响。大脑探测技术之一就是经颅电磁扫描，引导电磁脉冲穿过颅骨到达大脑皮层特定位置，减弱大脑活动。例如。 在大脑左半球使用经颅电磁扫描，就能够抑制人的说话能力。在大脑探测方面，另一个颇具前景的技术就是光遗传学。它将对光敏感的基因直接植入神经元中，每当有光摄入时，该神经元就会激活，这样使单个神经元及其行为产生像电路开关一样闭合。最后。 在脑部治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比如深部脑刺激。在这项技术中，头发丝细的电极会插入大脑深处，以便刺激指定区域。这个技术被证实，在治疗抑郁症和帕金森等疾病方面非常有效，并且有望治疗其他大脑相关的疾病。大脑成像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未来技术的发展。 比如心灵感应和念力。在之前的章节，我们了解了一些在大脑研究和操控方面的技术进步。这些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里进步为新的大脑应用打开了一扇门。首先是心灵感应。科学家发现，单个的单词可以显著的使大脑神经元处于激活模式，这意味着。 在给受试者大声朗读单词的同时，科学家可以监测他的大脑。科学家可以由此编撰出一个字典，表明不同单词分别对应哪些神经元模式。目前，这个应用还尚未成熟，但是随着字典的日益精准，可以使那些无法说话的人仅凭大脑想单词，就可以通过语言合成器帮助他们大声地表达出来。 除此之外，图片甚至梦境都可以创造一个类似的字典。受试者首先需要观察几小时图片，研究者就能了解不同图片分别对应哪些神经元。之后通过监测大脑，科学家就能够推测受试者在看什么样的图片或者做什么样的梦。另一个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就是念力。 念力仅凭思维就能够控制电脑等物体，这个过程与上述心灵感应的研究相似。当受试者用电脑进行各种操作时，比如左右移动鼠标，他们的大脑会被监测。之后，电脑会将大脑的思维活动转化为行动。该项技术早在2004年就进行了测试。 当时，一个瘫痪患者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交流，但是在未来，这技术或许可以使人类远程操控机器人，为人类执行太过繁琐或者过于危险的任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人仅凭大脑就可以操控一个建筑工地的建筑设备。记忆可以被清除、记录和下载。 人为提高认知能力成为可能。大脑记忆是另一个因脑成像技术获得发展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发展也极具前景。首先，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可以通过化学物质清除小鼠的特殊记忆，当这项技术成熟时，可以作为一种疗法清除患者痛苦的回忆。第二， 科学家在记忆上传方面也迈出了第一步，将电极插入小鼠的大脑中，并且在在学习简单任务时记录神经元激活模式，从而有效将记忆存储到电脑中。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科学家使用化学物质清除了小鼠的记忆，接着将电极再一次插入小鼠的大脑。 科学家激活了相同的神经元，将之前上传的记忆再次载入小鼠的大脑里，小鼠居然恢复了记忆。下一步的计划就是从一个人的脑中上传记忆，然后下载到另外一个人的脑中。如果这实现了，很快人们就可以记录记忆，并且分享到互联网上，就跟现在的分享照片一样。第三。 我们很快就会拥有超级记忆。研究果蝇的科学家发现，通过简单的基因操控，一些果蝇可以获得图片记忆。尽管这还需要大量研究，但是理论上，类似的方法也能够提高人类的记忆。并且，不仅是我们的记忆可以被加强，我们的智力也可以被提高。通过基因改变，科学家成功的培育出了。 天才小鼠。显而易见，在人脑探究方面，许多令人着迷的研究已经开启，但是仍有许多奥秘等待人们破解。潜力无限的大脑，科学家正在竭尽全力解密和模拟大脑连接。尽管大脑成像技术已经为许多应用打开了大门，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继续研究，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将会大大提高。这其中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大脑开发计划”，旨在绘制人脑中所有的神经元和突触，拥有并且解密这张地图，将会对上述许多应用帮助巨大，也会助力一个我们还未谈到的领域——人工智能，即 AI。 当然，AI 其实早已经存在，比如早在1997年，IBM 的深蓝已经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然而，在许多方面，AI 还亟待提高，比如，即看见一把形状怪异的椅子，人类很快能够识别出这是一把椅子。 但是 AI 不能识别出这是一把椅子，只能把它看作是一堆混乱的角度和线条。原因之一就是在 AI 的设计时遵循了严格的规则，就像是一个可编程的数字计算机。但是人类复杂的大脑并非如此运作，人脑是一个神经元网络，在学习新事物时需要不停地重新链接。如今。 许多 AI 研究员正在设法将大脑元网络的学习原理运用到 AI 上，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一位研究人员创造了类似昆虫的微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通过反复试验来学习。这个方法还相当新颖，而且为更加复杂的 AI 研究指明了方向。 随着人们对大脑的理解不断加深，也为 AI 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前景。人工智能也应该有价值观、情感和自我意识。在之前的章节里提到了，AI 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人工智能。首先，AI 应该跟人类一样，有能力处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系列的状况。 这需要一个价值体系，机器人应该去了解什么事情最重要，类似一个道德准则。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践行的。尽管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完善到自身的道德系统，但是出于安全考虑，机器人在出厂之前就必须彻底弄清道德系统。此外， 为了能够真正对人类做出恰当反应，AI 机器人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情感能力，因为情感是人类体验的基本组成部分。实际上，赫特福德郡大学的科学家已经经过创建机器人取得一些进展。该机器人可以解读和表达许多人类情感，比如恐惧、悲伤、骄傲和幸福。 最后，AI 机器人还必须具有自我意识，因为他们需要对未来的行动方针做出决策，这需要发挥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科学家们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进展。耶鲁大学的一个团队创造的机器人能够在镜子中认出自己，这是具有基本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标志。在真正的 AI 领域。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步。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世界到处都是机器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助手，甚至还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大脑成像技术的进步为许多未来技术打开了一扇门，比如用思维控制大脑。 人为提高记忆或者下载记忆，你觉得科技的那些进步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许多今天提到的技术都令人着迷，但是你会感到担忧吗？毕竟，人们对大脑实验还一时接受不了。大脑，再回忆一下今天提到的技术，哪些技术会让你欣然接受？ 比如，你乐意接受基因提高智力的治疗吗？你会担心这将改变你是谁吗？如果你能够直接体验亲朋好友的记忆和情绪，你会接受将电极置入你的大脑之中吗？好了，加来到熊的心灵的未来，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